大家好，我叫廖俊朗，是一个音乐创作人。我相信每一个年代的人都需要有音乐，而对于我来讲，音乐是有特别意义的，因为它帮我抒发我个人情感，同埋通过歌曲的旋律、歌词的文字，记录我当下的心情和感受。这几年我都有作品可以参加到 Marker 流行歌曲创作大赛，而亦都好好彩可以得到一些资深专业的评委的点评和肯定，是令我感到很鼓舞的。在我的音乐创作路之中，我觉得 Marker 都帮助了我很多，因为每次当我和其他音乐单位合作了音乐作品之后，我都会拎去 Marker 那里帮你做登记，而 Marker 会有专门的人员去帮我们做这首歌曲在中国内地、港澳台甚至世界各地的音乐版权管理工作，去杜绝一些的侵权行为。 Marker 都会定时举办一些活动给会员和普罗大众，譬如版权推广活动、Marker 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和相关优胜音乐作品的专辑发布等等。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平台，令到不同的音乐人之间互相合作、互相交流、共同进步。作为 Marker 的会员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同我一样重视音乐版权的重要性，尊重音乐，维护版权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我期待自己可以创作出更多不同类型的音乐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本地音乐。多谢。心也要够唱。